下来呢，马上就轮到大春子了，我非常想知道你给我们带来的歌曲是。嗯，我想献给大家一首《女人花》。哦，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歌？好，来来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事先不知道，因为我的妈妈也在现场今天。哎呦，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妈妈在现场。妈妈在哪呢？我想把这首歌献给我的母亲，因为她在我心中永远是最美丽的女人。妈妈，我爱你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好感动，对不对？妈妈有什么话要对大春子说吗？接下来马上就要进行演唱了。妈妈。好，那个妈妈说，春子妈妈永远支持你，你是妈妈的宝贝。好，现在呢不很感动，我们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，不会影响唱。好 ，OK， 收住了、嗯，一定要唱的最女人味。我要有纸，我给你擤擤鼻涕的。加油，来，加油，春子，春子。悠悠，朝朝暮暮，我切切地等候，新的人来不过。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。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。